时序使者德古拉即将发布，时序使者也随之返场，流火狼队也正式发布，还有特性有点类似于女娲的起步虫也上线。那这期我们就聊聊这些活动了。首先呢，德古拉皮肤之前咱们就说过了，德古拉皮肤系列我觉得时序使者和星皇的最好看，因为时序使者和星皇本身的特效就非常强悍，论特效来说 T 车在他们面前都是弟弟啊，所以呢这时序德古拉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哈。然后时序返场值不值得抽的问题，时序目前性能呢是 A 车综合第二，仅次于冰魄，短途来说呢无 A 车能敌的，同时呢有些延续图还能硬刚灵活。不过呢这时序适合有了冰魄且想追求更多图极限的人啊，因为不追求极限的话，冰魄其实也能适应时序的图啊。最后呢就是类似于女娲特性的起步虫玉树玲珑登场，那这个特性的加成只能说一般般，比女娲差了点啊。如果加成有42秒的话，估计能和女娲对抗一下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啊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哦。